请问您对浦东的飞速发展有什么您的见解？如果按照现在这个速度发展下去，不出十年，浦东将成为中国的新地标。867号、891号，过去的宁要浦西一张床，不要浦东一间房的历史将重新改写了。就算最保守的估计，现在浦东的地价已经是几个月前的好几倍了。787号，787号一次，787号两次，787号三次，成交。几个月前，江海集团拍下的那块031地块，拍出了1亿多的天价呀！现在看来，简直是太便宜了。伤心的呀，站住！哎呀，干什么你这？看没看电视？看没看电视？没看，看什么？大哥，031号那块，你知道现在值多少钱了吗？能值多少钱？撑死了10%。20%，20%，你看就成这样了。翻倍，大哥，2亿，两个亿，保守估计2亿。真的？真的2亿？2亿。太好了！我真准备要去看陆远了。哎，这样，赶紧把他们叫来，今天晚上在家吃饭，好好庆贺一下。我来做饭，你去接他们，你去买菜，快！我来做饭。哎，思琪，这门以前我就拿韭菜啊。好的。啊，快点啊！2亿。